New Jeans 近日突然爆出争议，有网友指控明吉霸凌忙内黑影，黑影常被队友们忽视，在团体直播时都非常安静。网友指出，在7月12日 Music Band 录制时，黑影妈妈准备了食物前来探望他们，但明吉拒绝吃那些食物，还自己买了西瓜来吃。黑影问我妈妈带来的西瓜不好吃吗？明吉回那些你们吃就好。直播时黑影拿着包装纸在镜头前挥来挥去，明吉直接一伸手把东西抢走后往旁边丢，其他成员惊讶看了一眼后就继续聊天。明吉举动引发争议，但不少人说他是觉得包装纸挡住镜头才这样做。虽然霸凌说火速引起热议，但也有人认为凭这几点并不能说是在霸凌。